好吗？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，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你好，卢台长。啊，你好。他想问，1955年，男的，属羊的。1955年，男的属羊的。羊的。看到了。癌症。看到了，你不讲我也知道。哎呦，有点晚期了。现在很痛，很痛。晚期听得懂吗？晚期，晚期。明白吗？知道，明白，知道。他的血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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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骨头，骨头，都有一点癌细胞在流，听得懂吗？是，因为他的颜色、血液都变了，已经扩散了，也医院那边说，我告诉你很麻烦的，要怎么样？他有沙叶，有沙叶，有啊有啊，鼓掌。我告诉你，我看看啊，还能再拖点时间，明白吗？他人是挺好的一个人。好。啊，是你老公是吧？是。啊，他人是挺好的。是。很，不是说像做坏事的人。是。我看他的图腾也不是太坏，但是他主要是杀业的报应。哦。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赶快给他多放生。是。好吗？好。把家里啊，你们家里还藏了一点钱呐、啊。好。啊，把它拿出来。放生去，放生多少啊？我都看到他家里钱藏在那个小房间里，我都看见了。谢谢卢台长。对对，看见不啦？对。存在银行里的比较少，因为现在利息比较低。你要拿出来放生，听得懂不啦？懂，知道。全部要放，一点点放，先放14000条。好吧，而且每一次放的时候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先生多活一点时间，我要让他现身说法。嗯，你要叫他吃素，他能做到的。是，你的先生人蛮好的，他人不坏，就是杀业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们要救他，两个家里的人都要帮他念小房子。哦，好吧。多少啊？小房子我看一下啊，先念420张。好吗？知道。嗯，要记住，还有拿出来49张给你家里房子的要经者，因为你们家里有一个鬼老搞你们，所以你们家里经常会有声音的。是不是首先给他先房间的要经？一边给他，一边给房子的要经者。明白明白。49张。明白。房顶上没有声音啊？厨房间？没有，卫生间房子里上面有声音不啦？有没有声？间中有。有时候有。有时候有的，讲给你听好不啦？在哪里？进门左手边，进门左手边，好，那个地方，经常有时候门黑，嘣一下子关起来了，有吧？有啊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我比你在你家里还清楚呢。他说他的老婆他说今天法院起诉了。她老公是吧？是我自己，她自己。啊，你发愿吃素了？是。嗯，很好，你救她吧。好。好吗？嗯。有没有哦，等，她有一个地府的业，这个差就是鬼差啊，在她身边，要带她走。求求观世音菩萨，让她先离开，给她个机会，求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啊。谢谢观世音菩萨，谢谢卢台长。那你念的小房子要给他的啊，一定要把他自己还债还完的啊。你不要开玩笑啊，你开玩笑连你一起走掉的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人呢、啊，他们两个人呢、啊，年轻的时候就是，哎呦，这个不好哎，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。占人家便宜。有没有文人办？听不懂啊？懂了。要改的，要忏悔的。忏悔。你不忏悔，菩萨怎么帮你啊？知道。卢台长，他是1960年的，
他自己可不可以帮他看一看呢、啊？好了，不能多看了、啊、他没有什么好看的、啊、他主要问题一个腰不好，腰不好、啊、还有心脏不好，胸闷，胸闷、对好、啊、好了，卢台长，我的脖子上有一个肿瘤、啊、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？你今天不能问这么多了、啊、你好好的吃素。我已经吃素了。吃了多少时间了？大概八个月左右。念经有念经？有吗？有。我告诉你，你感情上一定要跟我当心点，不要乱谈恋爱。已经离婚了，现在一个人了。所以你才对，所以你才乱谈呀？听不懂啊？忏悔，忏悔，忏悔。卢台长，我多少篇那个礼佛忏悔文了一天？你呀、啊？那。你每天要念五遍礼佛忏悔文。功课怎么样？因为我这几个月我已经T3 T4 已经验了，但他们说在中间没事的，但是这里又种种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你除了吃牛黄解毒丸，吃全素，你然后呢自己做人做事情要稳扎稳打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了、嗯、明白吗、还有嘴巴里不要乱讲那种不好的笑话、网上不要看，因为台长刚刚看图腾看到你在网上看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。以前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也有，你给我老实一点，好好忏悔。我看不见。那么功课那边怎么样呢、什么？你要是再看下去的话你不会好 的。谢谢卢台长，谢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谢谢谢谢谢谢、不敢叫我看下去了，再叫我看下去我看得出他看什么东西的。